做咩你一开工就气到咁啊？你老细炒咗你啊？我冇，上年 KPI 我翻咗个 W 啊，老细放多我几日假，吹咩？咁叻仔，睇唔出喎、啊！你平时咧咧流流爆爆咁样样，做起嘢上嚟唔舒适喎，似我啊！ What？ 喂，咪住先，老豆，你竟然识讲 hea 咁巧？我咧就唔识你嗰啲咩 hea， 我讲个 hea 咧系你 hea， 你 hea 嘅普通话咧读你儿，粤语咧读你 hea。嗱，呢个 hea 咧书面音有两个，口语音咧就系 hea。意思呢就即是办事狼狈，有头威又冇尾阵啊，为人呢不受骗货。这个 hea 呢亦有慢拖拉的意思，所以你 hea 就有散慢做的意思啦。是不是的、哦、你不信是吧，你去问一下杜牧和白居易咯，这些就是广东人咯。